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采访到 SAPA 的副主席黄清华先生，您好。你好。跟大家聊聊您的学习经历吧。好啊、我呢是来自福建，是在南开大学上的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后来呢，就跟很多朋友一样，考 GRE 考托福。1999年到了美国，到美国的时候呢，在这里读了博士，做两年博士啊，学的也是化学专业。后来呢，2006年就开始参加工作。我参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Pfizer San Diego， 主要做的是小分子抗癌药研发。简单的讲呢，就是用生物的扫状呢去找到一些致癌基因，然后再用化学的方法去设计一些小分子，然后这些小分子呢能够抑制或者分解这些致癌基因，以达到治愈癌症的目的。那我在 Pfizer 住了将近9年吧，然后后来呢有个偶然机会呢，就加入一个本地的一个小的 biotech company， 然后现在主要是负责研发这一块。那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您加入了 SAPA 呢？我以前呢是在 Pfizer 的好多同事呢都是 SAPA 的 volunteer， 这样呢他们就把我介绍加入了 SAPA。 我是2008年加入了 SAPA， 然后一直在 SAPA 负责财务这一块现在已经有将近10年了吧。这是很长一段时间，最近才做副主席吗？对 SAPA 的主席跟副主席的基本上都是2年一次。那您在 SAPA 这段期间有没有组织什么比较大型的活动呢？我们 SAPA 每年组织了3个大的 conference， 一个是2月份的 FTD， 一个是6月份的 BioPharma， 还有9月份的 Pacific Forum。 那每个 conference 呢基本上会有500到600个 attendee。 那是非常多的人了。对。我听你们主席说哈，你们有4000多个会员，那这么庞大的会员如何管理呢？ A good question。 我们是有4000个会员，但是我 active 的那个 volunteer 呢有将近200个。那我们其实 SAPA 呢每组织很多活动，对，每个礼拜或每2个礼拜呢都有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非常 active， 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 volunteer。然后刚才说了有将近200个，然后我们有20个 committee， 然后呢每个 committee 有个主席，有一个 chair， 这样呢他们各自的管理自己 committee 里面的活动。像我们就是 oversee make sure 呢这个很多事情呢能够move 的比较 smooth。 那你们这 SAPA 必须要学生物才能加入你们这个组织吗？还是对生物感兴趣也可以呢？SAPA 其实蛮多人，其实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我本身是学化学的，然后有 SAPA 也有一些做金融的，还有做会计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一定都要学生物了，各种各样的人才都会有。大家有兴趣呢，愿意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大家有那个时间，都可以在 SAPA 当志愿者为 SAPA 也是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那您对年轻人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说呢？年轻人我觉得应该是对生活跟工作都要保持热情，然后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尽可能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最大的进行创新，然后并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这么多年的工作生涯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时候？我觉得好多个 moment 最难忘的就是说我在Pfizer 做了好多年，但有一个小分子呢我是参与的那个项目，然后后来说进临床了，然后也听到一些那个病人对这个药物治疗之后，用这个药物治疗之后反馈，我自己感觉到非常激动，因为觉得终于为这个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San Diego 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了，您对新移民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说呢？
努力加油，坚持梦想。非常高兴今天能够采访到 SAPA 的副主席黄清华先生。如果大家想要联系 SAPA 去做 volunteer， 或者想要加入他们这个组织，请与他联系，谢谢。谢谢。